长荣航空今天宣布正式成为全球最大国际航空联盟星空联盟的第28个成员，与国际航空接轨，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邀请知名影星金城武担任长荣航空的形象代言人，引起了粉丝们高度关注。长荣航空于今天宣布正式加入星空联盟，该联盟为目前全球最大国际航空联盟，由联合航空、新加坡航空、全日空等27家航空公司组成。长荣航空为星空联盟的第28位成员。长荣航空表示，加盟后将积极与全球各区域代表性航空公司策略联盟，包括扩充20倍的航网，增加美国以及东南亚航线，并且能够享有行李直挂，共享全球超过1000个贵宾室与航站资源，相互累积飞行里程等等，让长荣航空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长荣航空为宣传加入星空联盟，特别邀请具有国际化背景与良好形象的知名影星金城武担任公司代言人，并拍摄形象广告。该广告推出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英文、日文4种版本，拍摄地点横跨日本东京、奈良、法国巴黎、台湾台东等地，引起金城武全球粉丝高度关注，是长荣航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行销活动。